段小姐，司令让我转告你一声，他先回府了。林副官他留下来保护你。我爹呀，他总是这样，大惊小怪的。但其实呢，有严飞在，没有人敢伤害我的。严兄，久仰。侯兄，昨晚多谢仗义相救。虽然昨晚我们见过一面，但当时情况特殊，没来得及自我介绍。哎，非常感谢黄先生的救命之恩，我袁杰敬一杯。你们已经认识了？啊，红俊，我家的上宾。严飞，我的恋人。我是他恋人的兄弟，也是上海市鼎鼎有名的大侦探。谢谢。拒绝无理打压，还我信仰自由。拒绝无理打压，还我信仰自由。交给你们。拒绝无理打压，还我信仰自由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敌营只能暂时控制这些怪物，没有办法，你继续追，顶着他们跟我来。